你为什么跟我儿子回家？你心里没数？妈，你闭嘴！你少说两句。乔乔，暂停话。你先把戒指戴上，回去之后你想打想骂都随你。来，早干嘛去了？没玩够是吗？干嘛跟我耗这么久啊？不许你胡言乱语！哎呦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